五星级可丽饼连百事都好吃。哇塞！这随意的几哦，你这叫随意的几几个？最后再摆一个绿色的薄荷叶，薄荷叶法式香橙可丽饼，我眼睛变爱心了，给十分，给十分。最重要那个薄荷叶，哎呦，对，我把薄荷叶吃掉了，当然，薄荷叶。今天晚间八点，请你跟我这样过，东森超市三三频道。